一题二遍三抄。一题把情态动词、be动词、助动词提到句首。二遍我变你，我们变你们，我的变你的 ，some 变 any。三抄句尾带问号，有实义动词的话，实义动词要变成动词原形。来看这边的句子，第一句 I am a teacher， 一题 be 动词 am 提到句首，那么变成了 am I。二遍 I 变成 you， 跟 you 搭配的 be 动词是 are， 所以变成了 are you。三抄后面的 a teacher 照抄，所以变成了 are you a teacher。第二句 I can do some kung fu， 一题把情态动词 can 提在句首，二遍把 I 变成You can you， 三抄 do some kung fu 照抄。注意抄的时候 ，some 要变成 any， do any kung fu， 所以变成了 can you do any kung fu。第三句 he has a pen， 一题无情无比提助动，那么助动词呢？这里主单三动 s， 我们找到助动词是 does。Does 是个照妖镜，单三一语变原形。那么在抄到 has 的时候，这里面 has 要变成原形 have， 后面的 a pen 照抄。Does he have a pen？ 怎么样？你都学会了吗？